是带着音箱的街头艺人，他的脚里面为什么颜色这么漂亮？他是镶金边的绿宝石，很亮哎，很像那种金属光泽的绿色。他是昆虫界的武功高手，有可能遇到就想打架。10月15日，周六早上11点，全新一季《好好玩自然》就在悠悠 TV。